迎收看 Web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Bill王洪恩，我是罗文宇。好的，因为隆重要介绍今天的来宾，因为跟他们作品有关啊，我非常的看重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用特别的方式来欢迎他们，欢迎半熟少年。我是肌肉脖子的脖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杰。嗨，我是 Gino。 我是肌肉脖子瓦哉。网路剧里面杀出一条血路不容易，一定要。可是我看了这个预告之后，我发现他们真的有机会。哇，真的。半熟其实就是在讲，他也不是说完全成熟，对，他又不是说很幼稚，他就是懂一半，是比较是校园的一种爱情。对，没错，对爱情，然后有很多兄弟之间的义气。脖子是拳霸，对，然后 Gino 跟瓦仔他们跟脖子是一个组合，这是校园的三兄弟。我在之前呢，我是脖子的前一任拳霸，对，然后当脖子一转进来之后，马上瞬间把我KO 掉，对。可是他就是怎么样，爱才惜才，他就觉得说脖子很强，他就要跟着脖子学习。那瓦宅呢，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学生的那种。他是一个，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移动的数理怪物。对，他就是很会计算东西，他功课非常好。对对对，就是要一文一武这样子。这些众多的角色加在剧情里面，而且总共是几集啊？总共八集，八集。会在我们什么地方来播出？回到重点 ，Love 平台上面。Love 对，那我觉得聊了那么多了，不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剧的预告片花。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《半熟少年》。有没有色调、节奏、音乐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不出来。对，我们要展现的是比剧里面更有张力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什么？那一定就要看他们表现了。歌名是《根本没在怕》哦。我觉得现场反而跟音乐配在一起更有 feel， 更有热血，对啊，就让我们觉得好像就很想打人。听得很硬啊，拳头很硬。偶像剧里面都会有那种抒情曲、纯爱的歌曲，你们会有吗？我们有一首叫《如果我们》。假如我不放手，深情会不会出现？你说的无所谓，其实藏着眼泪。深埋在心里面，没说的再见，情深依旧无畏，爱在时过境迁再遇见。真的，必须要讲，我还是听两位的歌长大的。真的假的？文玉哥的《爱情漫游》，我真的从小听。我和你一前一后，一左一右。爱情漫游。哇谁说有外表的人不会唱歌？哇，你挑战完简单的之后，你敢挑战大魔王的歌曲？什么歌？吻过幸福。哦，王力宏一首歌，亲自帮我钢琴伴奏一首歌。哎，搞这个地毯呐，我很少吼。边开车边弹吉他的，喂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停路边是安全的，停路边安全，而且我们停车格好不好？不要检举我。吻过幸福，这你确定你要挑战吗？确实难唱，哇，真的。我吻过幸福了，就不该强求。当你希望我放手，广哥来。微笑却变。哎，还可以吗？真的，麻烦那个穿内衣的，你现在就下车。
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好不好？网罗大明星，我手上有什么？还有这是什么？经典的台词选了四句，还配上不同的语言表情。那种情绪，你要每个人抽一个情绪跟到位考验的。三位刚刚说是演员，那这一关再不过就真的给他刑天都会下车了。不是，我以拍摄为主。没有，你趁现在打算是工作室。我一直都是幕后。其实我从小就觉得真的是谐星。我操！我靠！难了吧？没有侥幸这回事，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然的。我才是他。你玩的那些游戏我根本没兴趣，我只玩我自己的游戏。哦，哎呦，来呛哦！对，我就是想，我就是不想当一辈子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好是对方的，我别人的。我他妈是，你一直都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，所以我欣赏你，我崇拜你，我甚至想要打败你。哦，哎、太好了，加上情绪就不容易了。哇塞，来，我这边有不同的情绪，总有四种。哇，台词哦，这个不容易。我 safe， 冷酷的，悲伤，愤怒。兴奋，你一直都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，所以我欣赏你，我崇拜你，我甚至想要打败你，耶！对，我就是想赢，我就是不想当一辈子输家。没有侥幸这回事，最偶然的意外都是事有必然，根本就是你嘛！你玩那些游戏，根本就没有兴趣，我只玩我自己的游戏。哎呦，哎呦，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他是比较内敛的悲伤，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少练什么哦，是不是要有一个片尾曲之类的？抬头听，总想象了，和你并肩走着，我低着头说，我们都要记得，回头。那今天呢非常开心，因为这个半熟少年啊在播出之际啊来我们的节目，对那可是要到哪里看呢？ Love 影音平台，请去下载 APP，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在那边首播，一定要支持半熟少年。对， Web TV 网络大明星成功。哥哥教你演好不好？哇，哎，不要，哎，客家电视台的一哥啊，要酝酿情绪，客家精神舞，前辈在教我们要仔细听。你玩的那些游戏，我根本没有兴趣，我只玩我自己喜欢的游戏。哇，哎、欸，来挑自己。好，那红哥自己。哎、欸，我在演电影的时候，你们在干嘛？你玩的那个游戏，我根本没兴趣。哇，哎呦。